比赛准备开始，排在首发位置的是新一代荣耀 MagicBook 14。今天是荣耀 OS Turbo 智慧引擎在 MagicBook 系列的首次亮相，它能否再一次改变游戏规则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启动，十二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，在荣耀 OS Turbo 系统级的性能与功耗优化下，更合理的分配输出，瞬时响应，70瓦强劲性能，让 MagicBook 14马力全开，满血输出。全新散热设计，智能温控表现的确相当出色。赛程过半，荣耀 OS Turbo 始终稳定工作，卓越的能耗比加上75瓦时超大电池，让 MagicBook 14的续航远超对手。充电，100瓦氮化镓快充，加满，继续领跑。没想到，荣耀 OS Turbo 智慧引擎在面对专业级处理时，也能持续带来如此流畅的操作体验。最后冲刺，搭载荣耀 OS Turbo 的新一代 MagicBook 14，今天成功越级。荣耀 MagicBook 14，性能时刻在线。